给自己的期许就是上了这个 Painter 的课程，我希望自己能够当一个心灵的插画家，那用我的画去感动不同的人，那可以让观赏者就是有可就是很在心灵上可以是很疗愈。加建好杯的这个 T 恤设计跟那个纸胶带的设计比赛，那就是很荣幸，就是获得佳作的成绩，这样，那可是还蛮开心的这样。我的创作理念是以版画的一个意象，那就是营造一个很气，就是很欢乐、很开心的一个气氛的一个画面，对，那去做一个画面的呈现，那可以看得到说我自己这种。像这种比较可爱，那比较热闹的一个氛围去做一个表现。秦川老师他在上课其实还蛮认真的，那我就是把这次比赛的一个作品，然后有请秦川老师帮我看，那他有给我一个构图跟配色上的建议，这样，那我觉得还蛮感谢他的。获得这个佳作的一个成绩，其实我本身也还蛮开心的。那我觉得有这样更大的一个动力去参加这种设计的比赛，那我会再努力。